传球摸到的时候被拨掉。打一颗。哦，哎呦，还是有劲的。手擦了。只是球迷而已啦。哇，你手谁进的？哎呀，红衣服的警告哦。啊！啊！我手的真手不响，你看我手多好。对啊，很大的气场。你别紧。我一颗，两颗。我有没有自由，走，切入，漂亮，我再来一点，快，波音，你要假装捡球没去守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，速度很快。好，看我传，我接到我，还有进来。啊！得分了。走，走，这传的。人家我观众都是主角。啊，得分了。来，妙传。啊，你有风的时候赶紧跑啊。刚有人出脚啊。哇！